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油性皮肤该使用什么样的洗面奶呢？首先，油性皮肤是什么样的呢？一般特征有：油脂分泌旺盛，易出油，毛孔粗大，皮质厚而不光滑。那我们在清洁油性皮肤方面该如何选择洗面奶呢？我们可以根据以上皮肤的状态来选择清洁力较强、多泡沫型的洗面奶，使用后会较为干爽，并且有效地平衡肌肤酸碱性，控制水油平衡。这里呢，还要再注意一点，清洁力较强、多泡沫型的洗面奶一般呈膏状，请不要买错哦。